请您欣赏相声《学歌曲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这个都这个点了还不走哈？对，今儿是跨年。嗯，好，好。嗯，今天晚上各个电视台、很多电视台都有那个跨年晚会、音乐会啊，音乐会。好，这个灯啊太亮，根本就看不清台底下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下去干什么？我下去还得买票。这个刚才刘海砍桥，对，这个叫什么张鹤晴、刘鹤安，对，二位说了一段，下去休息一下，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还是我们俩第三次出现在这个舞台上。是，今天是跨年演出。跨年演出意味着我们要演到12点。过一会儿啊，你们是原来不知道吗？咱俩11点半就该结束。真是特别的开心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接下来啊，给大家唱一回。好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。您好唱。其实我们后台很多会唱的。嗯，我师父郭德纲郭老师，是于谦于老师，三台的赵云霞什么的、啊、赵云霞、张云雷、哎、他们都唱得很好。好唱啊。我呢是从小打小就喜欢唱。好听这个啊，就喜欢听喜欢唱。嗯，但是乐感不怎么好，就是有的歌那个我进不去。哦，进不去拍子。对了、嗯，后来来到德云社之后，就学习什么太平歌词啊、京韵大鼓啊、嗯，什么都学。拍子强的，哎，慢慢的好了一点点。非常不错。哎、孙老师也是、嗯。我一般。打小生长在北京，北京人。对对对。对吧？对。家里条件也好。是啊。从小接受的就比我们要多得多。身边熏陶的多。啊，他跟他现在那个爱人。什么话？跟他现在的爱人。不要多想啊，大伙儿也不要往深了去追究，好吗？这还是有事儿。那个跟现在的爱人啊，经常唱，在家唱。哦，好唱。嗯，他媳妇喜欢唱。是啊，我给你学学他媳妇怎么唱歌啊。对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过去。要变是怎么着吧？怎么了？我媳妇好唱歌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都怎么了都？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我跟你说这干嘛吗？前段时间还买那个家庭那个 KTV， 还让我给你参谋什么牌子好，你忘了？我反正有点含糊啊、嗯。他媳妇一个人在家唱歌，这样唱。我还媳妇一人在家唱歌。是谁在唱歌？我媳妇。温暖了寂寞。哎呀。白云悠悠，蓝天依旧，泪水波在那一片苍茫中，个人生活看见天国那璀璨的，在你的心上自由。媳妇不少啊，别拘束。他媳妇一唱歌，这位就上阳台抽烟去。我干嘛躲出去呀？让邻居们知道啊，我没打他。嚯，怎么这么难听呢？唱歌一般啊，是一般。就他媳妇，他也爱唱歌。我唱歌也一般。他白天不唱，我呢？晚上。哦，晚上唱。晚上等到媳妇上班以后，他在家领着孩子，家里的孩子总是哭。要是你等会儿。有孩子，大晚上就别出去浪去了。什么叫我白天不唱，晚上唱，还得等我媳妇上了班。我对，我媳妇上什么班啊？这个孩子什么叫过去了？他一乐过去了。什么班？大晚上出上班？你媳妇上那个班吗？嗯，就是赶赚钱呗。废话，
不赚钱那浪去，那叫他上那个班哈，嗯，我要是去了怎么呢，走的时候，嗯，我也得给钱。你敢不给？不，咱先不说这个，你先说什么班，你先说什么班。大排档，大卖羊肉串儿，哦，晚上，哦，是不是晚上上班？嗯，我吃串儿酒走时候我是不是得给钱？必须的，对不对？嗯，真信了这个，合着所有人骗我一个人。确实是啊，家里有个孩子，好好，这个孩子总是哭总是闹，孩子闹啊，小李我告诉你，您等会儿吧，您再哭你这行，大嘴巴子抽死你。我是该抽他，我儿子怎么姓李呀、啊、他姓孙，他叫小李。我儿子叫孙小李儿。再哭、哦、嘿，要下不去手，我亲生的大可不像、嗯、踢出去了，还不踢出去，孩子哇哭出来了，说门没死，孩子一哭一闹、嗯、街坊邻居受不了了，扰民了，敲你们家门，嗯，老孙的老孙老孙，管管你们家的孩子，是怎么总是哭总是闹啊，嗯，有完没完了，没完没了啊，管管他，嗯，得了，大妈您回去吧，啊，他一会儿就不哭了，是打死了，嗯，大妈走了，他把孩子抱起来哄一哄吧，得了小李啊，小李 别哭了、啊、这样、啊、爸爸给你唱首歌啊，你看我干嘛呀，突然间眼睛不怎么舒服啊，你不舒服你看我不更不舒服吗，爸爸给你唱首歌、啊、你别看我，告诉你啊，在那他花生根的地方，一棵小北洋站在了上厕旁。哎呦呦呦呦，胸腔共鸣呢，还没唱完呢。嗯，大妈又敲门了，又敲门。孙悦呀，啊，你让孩子哭出来吧。嗨，我唱歌比孩子哭还难听呢。我们喜欢听他哭啊，没听说过，这太难听了。他们两口子是是是，都爱唱，都爱唱，不好听，但是一般啊。我确实是喜欢唱，没遗传啊。这个太平歌词 啊什么小小小调我全都会，那是那是那 是氛围好。这个这样我给大家唱两句这个评剧、啊、哦，评剧啊，戏，哎，相信这个广东的朋友广州的朋友都到底哪儿都喜欢，都喜欢 啊广州朋友们，评剧这北方比较多这种剧种，评剧，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别给我们拿走了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，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后面花钱很少的朋友咱们唱起来，哎呦行啊，你别管那勺子他们干嘛，以后将你们有钱人唱什么，这还有王法吗，后面的朋友，别管以后将，没羞没臊的怎么着？就这么挤的，你们还搭理他？我告诉你，没钱也没劲儿是吗？好嘞，天话不如他说的。退票，这会儿叫退票，那是纯不要脸，知道吗？听到十一点要退票，我的天哪，真没有天理了，真是真是的。你等会儿，你还说人家呢，您这玩意儿是评剧吗？这不是评剧吗？不是，咱没说歌曲啊。那说的是什么？我以为您要唱评戏呢。评戏？嗯，那我哪会啊。退票，骗子，纯欺负人吗？这不是，那谁欺负您了？评戏我不会，不会，您别说，我就会唱这个歌曲啊，好唱歌，哎、哦、
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曲啊。前段时间比较喜欢那首歌《橄榄菜》，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有点口重最近是吧？净喝粥了哈。什么橄榄菜？橄榄油，橄榄油。哟呵，多滑溜玩意儿。什么什么？橄榄树，橄榄树。这是齐豫的一首歌曲。哎，是嘞。啊，齐豫大伙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熟悉，但他有一个弟弟。叫什么？齐秦，齐秦的歌大伙都听过吧？有有有。轻轻的，我。漂亮，漂亮。哎呀，这有团儿里边、啊。我就喜欢跨年的演出啊，大伙就把时间占走了一大半儿。真不猥琐，就。这是我师父那个编排人家那首歌、啊、师父瞎唱，我师父台上唱歌什么都是戏味，知道吗？是是是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唯有椰林只是一片海蓝。这都是我师父唱的，这小曲小调。哎，有一次跟华健的演唱会，周华健，周华健，我师父参加人家演唱会、是，好家伙，助演嘉宾呢，是，往台上一站，说那个郭老师，咱俩唱一个什么歌？我说那唱一个花心吧，成名作那个啊。我师傅说我先唱，我师傅张嘴唱，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再看周华健啊，不会了，嘿，他哪会唱戏呀、啊？接不住自己的歌，不会了，是带偏了。哎，这是学别人啊，真正的橄榄树。我特别喜欢您来来，词是谁写的呢？谁呀、啊？三毛写的。哦，三毛。三毛这个人非常的厉害。您说说。参过军也流浪过。不是那个，他这个人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三毛从军那个，不是那个。三毛从军记。不是那个。三毛流浪记。那不是那个，人写词那作家啊，女作家。哎，跟荷西的爱情故事。是是是。撒哈拉沙漠。对。啊，给大家唱几句啊。这得这个慢慢的聆听着的。不要问我，哎呀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我不能唱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唱我就陶醉，自己能陶醉。怎么这么自负呢？这玩意儿。不要我，哎呀，真好听。您唱完了再陶。好好好好。对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这边的朋友他都照顾到了。不要问我太阳，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哎哎哎，您就告诉我啊，哪句有橄榄树？是不是人生走到了尽头？唱错了，唱错了，唱错了。这是杨钰莹的歌曲。啊、对呀。不要问我，不要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给妈敏了，词儿不对呀、啊。不要问从哪儿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调不对，调不对。不要问我。改德华了。你是，呵，听着还挺会不会呀、啊？德华了还。啊，您会不会啊？怎么唱来的？就那么简单一句啊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不就这么一句吗？就这么简单一句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？略胜一筹啊，又略胜一筹。别，我真挺愁的，我倒是。您俩，您红了。您唱得好、啊。您红了、啊，您耳朵大是不是？不，您俩一提岳云鹏就卖满了。您来，大腕儿，巨星，爱听这个合着啊，来巨星，来。
别闹啊，这不容易哄着呢。这可爱，我还有你师傅跑得可爱啊！您等会儿，您是主角啊，对不对？那是，是不是？那是。您是男一啊，是吧？安静，别闹啊！怎么了？是不是男一？刚才我看网上说中国的票房今年是652亿，怎么了？您贡献多少？有我1亿，怎么了？贡献不大，那有一点就行啊，对不对？行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郑州。为什么流浪？在这儿。男一了，您怎么一点心理抵抗力都没有呢？不要受到外界影响，你是最棒的。虽说都是烂片，不是。我总觉得您行，您行。这个年跨不过去。啊、老话说得好，年关难过。您好好唱啊，别受他们干扰。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。像的小鸟，为了飞翔的小鸟，迷路了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鸟真惨。还有药吗？有。还有，您是还有是嗨呀？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我的故乡在远。在远方，我还有一《西游记》呢。唱的不好啊，是很不好。只是喜欢陶醉。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，只要我会唱，说说着的，好吗？五环一唱就结束了。别着急，别五环会唱，别着急。对。我们要听懂了，我是那个。稍等啊，我听到有人拆西厢，我准备一会儿翻场的时候再唱，好吗？啊，真有好起哄的。送情郎一唱就整场彻底结束了。哎，对，别着急啊。送情郎一回生二回熟，这肯定是在12点之后唱的啊。12点之前咱们先不唱啊。就怕你们走了。女儿情，好，女儿情我会。我唱过，我跟李健唱过。哦，李健。虽然跟李健牵手未成功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就舔着脸唱呗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女儿美不美？女儿。说什么王权富贵？
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。耶、yeah ！到外国了，孙老师有什么会唱的吗？我不会唱。我这别让我争取翻场时候唱就完了啊！哎，嗯，那我唱首歌让你猜好吗？谁唱的什么歌曲？哦，行。稍微有些难度啊。没有。稍微有一些。今天一晚上你都在输，知道吗？你听着吧，听着吧。把账先给我结了。这是偷咱东西了吗？这个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。这都感应到了。响闻阵阵吹。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画意。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又见炊烟，又见炊烟。好了，给你换一首，听这个啊。什么一千？用你？哎呦，忘赌了。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我的家。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风吹绿草边的花。哎，歌还挺像。美丽草原，我的家。对，没错。哎。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打起手鼓唱起歌。马儿翻山，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。我给你唱一个新歌吧，第一句都是歌名，新歌啊，还新歌，然后我猜着你都早破产了，刚出来的歌啊，还刚出来的歌，你肯定没有听过，不能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小船儿推开波，这位巨星。说红墙小船一起跳到新歌，听着，这是新歌啊，这是刚出来的呀，你是刚出来的吧？那年逮进去的是吧？这歌多老了，经典，这都行，听这个啊。来，好的，来，是人不会的。再回首，再回首。行了，你这玩意儿给钱吧，要不然费这劲。阿莲，阿莲。当山峰没有当，差点滑过去，你看了吗？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这怎么这么长啊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放，让你去放纵。无动于衷，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你把第一句再来一遍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，对，你再唱一遍第一句。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过火，听这个掌声是对了。
神经病，神经病。才知道这首歌啊叫《过火》，这是我的偶像张信哲的一首歌曲。后来非常有幸能够跟张老师在一起同台合作过，合作过一首《别怕我伤心》。哎呦，我们俩在一起唱得很开心。是下了台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张老师，我特别喜欢您的歌曲。好，但是您这个人特别虚伪，我不喜欢。有这么说人家的吗？他也吓一跳，我说怎么虚伪了？是我多大仇啊？这个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惹你生气了吗？我说不是，歌词里头有什么虚伪？哪句歌词？有歌词是这样唱的，嗯，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，关于流言他装作无动于衷。哎，人家现在是影后，我做不到，那是我的燕子。那是燕子，您要做到了您影帝了。你要开心好吗？哎呦呵，你要幸福。他是柳岩，现在是挺开心挺幸福的。燕子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还真入戏。还谢谢大家还能记得这个电影啊。电影演员怎么了？行，离影帝呢可能还差着那么四百年。去你的，400年还得修炼啊。慢慢来慢慢来啊。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？野狼 disco 我不会。那你来两句桥边那个什么姑娘。适合你的风格。桥边姑娘。我不会。啊，你会。第一句怎么唱？暖阳下，暖阳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坐在了这座小桥上，抚琴奏忧伤。桥边歌唱的小姑娘，眼角在流淌。你说一个人在逞强，一个人念家乡。不会了。还真好听，还真好听。刚才临时学的几句，后台刚学的啊。对，好听吗？听听原唱。我迎芬芳，谁家的姑娘？她坐在了这座小桥上，抚琴奏忧伤。桥边歌唱的小姑娘，眼角在流淌。你说一个人在逞强，一个人念家乡。行，挺好。还有吗？没有就《五环之歌》。一封家书。啊，一纸情书。一纸情书啊，跟毛不易那个哈。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十指相依深。梦将醒，月已沉。初心，琴声歇，锦书绝，红颜声声跌。梨花雪，清风裂，片片相思。正好，其实还挺好听的。是是是，啊，毛不易改的腔啊，有点偏戏曲那个感觉。但是这首歌没红，要了命了。人没红啊，人没红啊。好嘞，好嘞。一封家书。一封家书，这是老观众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好，结束。你们好吗？
我现在广州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，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爸爸每天都上班吗？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谢谢啦。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，以前儿子不太听话，现在懂事他长大了。这也不是谁过瘾啊。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，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。好了，先写到这儿吧。你看我在很深情的唱，大家一直在占便宜。我在几年前的欢乐喜剧人上唱过这首歌，当时唱的时候，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，底下有人搭茬有人占便宜，但是当唱到后面的时候，因为我在用心的唱，观众是能感受得到的。对，到后面的时候观众也都一起跟着流泪了。其实这首歌呢是李春波老师的一首歌曲，原词是我在广州挺好的，今天就是在广州，所以说我把这首歌呢好好的给大家唱了几句。我在喜剧人上唱的时候是我现在北京挺好的。对，其实这首歌听说就是在广州唱的。原词是广州是吧？对，我是吧，是广州吧，我在广州挺好的。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一段，就没有后来喜剧人上没有唱，哥哥姐姐常回来吗，哥哥姐姐常回来吗，替我问候他们吧，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，自己孩子有什么客气的。其实我觉得整首歌写的特别好。哎呀，又要流泪了。不能流泪，一会儿又是个热搜了，吓一跳啊。那个时间不早了，给大家唱两句五环之歌好吗？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。等半天了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。怎么办，你比五环多两环。谢谢，会唱的朋友咱们一起唱，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你可以把你的手机闪光灯打开啊。哎，把这个灯关了。这一遍可以拍视频。对、啊、下一遍咱可以把闪光灯打开、啊、来都打开。啊，稍等一下啊，我发现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，要脸。咱们把不要脸留在2019好吧，这次不要脸的。哎，今天晚上咱就不要脸了，因为 也没有灯了，谁也看不见你好吗。行，哎，包括那两个保安大哥，你是啊，唱起来好吗。哎，你们两个人的位置是今天晚上最好的位置。哈哈，全场的帝王。哎，啊终于有一天，你会收到喜欢，
真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真的超级感动。如果没有，如果有灯光的，我是一个容易哭的人，我看电视剧都会哭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盛况，你说一个相声演员何德何能，能够受到这么多朋友的喜欢？好了，这边的朋友唱，那边的朋友先休息一下啊，我看。咱一会儿比赛啊！对，两个方阵。啊终于。这边的朋友，咱们不能输给他们啊！看哪边不要脸的多啊！啊！哎呀！明显这边不要脸的多。这灯就没齐了。终于。坐在后面的朋友，你们要不要找一点存在感？好，好，需要花一点钱唱一首歌吧。哎，需要，好嘞。后面的朋友啊，就是花钱那个不多的朋友。最后一排往前数三排，嗨起来啊！前面的朋友，你可以拍他们啊啊！哇，真的好远。但是不要脸。哎呀，肯定特别便宜那票，488，哇，那么贵！哦，原价1700卖488是吧？哦，你们干什么？怎么人家都是等人家唱完呢？你看，怎么？啊？哦，谢谢，爱你们。好，行吧，注意安全啊！给你们一个飞吻。这边都是单身嘛，不给你们，就给后边的朋友。稳不过来啊！好了，给灯，来给来，请点亮啊！好，灯一亮，立马都老实了，也怕我们认出来是吧？青藏高原唱给大家。哟哟呼，大哥坐下。是谁带来？是我。您冷静一下啊。带得来吗？你带来。我带，把你带走。问青藏高原前面好唱，有一句那个特别高高八度那个啊，就那个行吗？你想多了。怎么了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。跨不过去了。是谁带来？远古的呼唤，是谁留下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？啊！我看见一个人，取经去了吧？山川相连，亚拉索。高了。那就是青藏高原，高了，亚拉索，那就是
青藏高。一起唱，一起唱。